为萱萱在美国，所以没办法跟我交换礼物。但是呢，我准备礼物给大家，一人一份，最麻烦。都带好了吗？好，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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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啊，来，来，一二三，美。十七年，永远中彩，最美的约定彩票。我尽快，偶尔就开店了。好，拜拜拜拜。好，拜拜拜拜。那我们也回去吧。走走。干嘛？上班怎么了？有人想吐。上班，你是不是早餐吃太饱了？没有啊，没有吃早餐啊。你该不会想吃酸的？你是这个月那个没来，嗯，你怀孕了啦？什么啦？怎么可能呢？来，韩哥，您的咖啡，谢谢。哎，你家点啊？要开始了。哎呀，我今晚得扛不住，处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了。你们先开始了。哎，有什么事情你可以问我啊。啊，我一定会找你商量的。先这样子了哈，拜拜。啊，公司要结束了，那我就要回新加坡了，没有办法陪秀明了。总监，下了。而且呢？他怎么可以这么临时才跟我说啊？过年前才要这样子做，这么临时我要怎么跟大家讲？可是我有遣散费啊。那不是重点。总监，或者是你也可以考虑回新加坡总公司，这样我就可以跟你一起回去了。你过去那边干嘛呢？你英文有那么好吗？我看你还是写一份履历啊，然后找一份新的工作吧。这一次是真的啦。找一份新的工作，平常叫你学都不学。总监，怎么可以这样？都快要过年了。哎，秋明，你有听我说些什么吗？没有，我也是跟大家一样，我现在才知道。总监，总监，总监，签证公司真的要收掉吗？那这样我们大家不到失业了？失业的又不是只有你们而已，我也一样啊。哎 ，boss 啊，我进公司才不到一下下，嗯，我也帮公司接了很多业务啊，怎么公司说收就收？收就收好了，大家不用担心啊，公司会给你们一笔遣散费的。
遣散费不是本来就应该要有？对啊，这应该吧。那你要回新加坡吗？先不说这个了，你跟秀明跟我走。要去哪里？跟我走就对了。啊，你们几个继续好好工作，我会帮你们争取到一笔可观的遣散费。好，好，谢谢总监。我说好运到，祝你风顺又水起。我说财神到，祝你大吉又大利。恭喜雷，恭喜恭喜恭喜雷，祝你好运年年，全家幸福团圆。这首歌好听，很应景呢。可是为什么不是我们家给你唱呢？哦，因为这首歌是设定给男生唱的，本来要找 Alan 黄，但是我发现韩律师唱歌也很好听哎。嗯，还好啦，刚好而已啦。平时听爱顾黄一直在唱，那你听着听着，你也跟着爱唱了。哦，那韩律师，这首歌之后麻烦你了。小 case， 来，哎。唱得很好呢，这招牌招待你。哇，这么好！来，这个蛋糕也招待你。哇，谢谢。这首歌很热闹，快过年了，这首歌可以过来常唱啊。对，你们不觉得这个听到感觉都好运到了？嗯。跨年要到了，两位有什么活动啊？如果没安排的话，我们就一起跨年吧。嗯。才刚忙完圣诞爱无限音乐剧，还有交换礼物，现在就在想跨年了。总编，圣诞节过完就是要准备跨年。那跨年完是不是就农历年围炉啊？你有跟上节奏哦。那当然。哎，时间真的很快哎，我们去年还在爱情公寓围炉不是吗？对啊。对，又一年了。嗯。还是佳姐，你害怕你又长大一岁了？嗯。会不会聊天？我们大家都长了一岁。嗯，对啊，我们大家一起长大一岁了。好了，再这样，那我就跟大家一起跨年了。当然好啊。那太好了，我来联络大家。嗯。姑娘，你要去哪跨？我在群组问一下大家意见。嗯。上飞，你还好吧？来，快去！谢谢。你怎么还不去医院吃什么酸梅啊？等我吃完这颗啊。啊，菲菲。你是不是怕万一验了没有会很失望？张飞，再努力就好，你还那么年轻。可是我跟蒋又还没结婚，万一验出来有了怎么办？哎，你们都决定要去登记了，这个叫双喜临门。嗯。可是如果真的有的话，不是说三个月内不可以讲？哎呀，我们是好姐妹，可以讲啦，分享一下喜悦啊。不行，我第一个一定要让蒋知道。不行，你第一个要让我知道，而且我要当第一个干妈。那我要当第二个。哦，你不要学我要当干妈啦。哎呀，这个不要说他跨年要办一个活动，啊，朵拉会不会来啊？十七年活动还真多啊，我一定会参加的啊。那如果朵拉不在的话呢？当然是我代表他，我再问他就好了。你现在问啦，他回南部也太久了，太想他了。欢迎光临。总监，秀敏，秀敏，你收到了吗？收到什么？讯息啊。什么讯息？屁孩，来一下。你叫我屁孩？孩屁，那就孩屁了，孩屁来。哦。干嘛啦？我问你哦，你这次回去会不会找阿姨过年？会啊，我会回去围炉啊。我不是说围炉，我是说跨年。工作都快要没有了，还有什么心情倒数啊？现在要倒数是工作什么时候没有啊？总监，你是因为常常不在办公室所以被 fire 了？不是啦，是群长要收了啦。What？ 等，我是不是听到什么坏消息？好了，坏消息就不要再说了。对了，今天这个好运到唱的怎么样？哦，还不错啊。我有跟韩正他们说过年前可以多来唱个几次。惨了，是不是你带赛？你叫我以后怎么找你来唱歌？会不会讲话啊你？我可是 lucky girl， OK？ 嗯，既然你是 lucky girl 的话，那就不好意思了，你就没有遣散费了， because you're case by case。随便啦，我又没有很在乎这个。嗯，我是还好，
啊，我算是一个经验丰富的人，对我来说根本不算什么。哇，那这样以后你跟熊明的关系就不是上司跟下属了。那很好，那我们就可以回到正常的关系。哦，那你们是什么关系？就正常的关系啊，那个比朋友再好一点的关系、啊。得了，我先忙啊。听太多废话了。老公，我跟你说一件重要的事。嗯，什么事？尚飞跟志扬超级赶进度的、嗯，他们还没结婚，尚飞就怀孕了。啊？尚飞怀孕了？哦。不过依他的个性，他早就已经在群组里面告诉大家这个消息了吧？他说志扬要第一个知道。哦。也对。如果是我，我也会想要第一个知道。哦。哎，老婆，他们的进度好快啊。老公，我还没怀孕，你是不是有点失望？不会啊，我们还那么年轻，不急吧？是哈。对啊，老婆，你想哦，你看我们这么突然就结婚，我们应该要多多享受一下属于我们两个的两人世界。对。但我觉得我应该要恭喜一下尚飞，顺便提醒他。哦，那你就直接来给尚飞啊。好。尚飞，好了，好，走吧，走。哇哇，尚飞竟然怀孕了，也太突然了吧！我这真是好消息哎。哦，尚飞，是真的吗？恭喜恭喜，要当妈妈了，尚飞。有什么需要尽管说，我们可以帮忙准备孕妇料理哦。那送你的，到时候就要麻烦你跟志强哥帮尚飞准备怀孕的人。没问题啊，老婆，等你怀孕了要麻烦你。好吧，不要急，先不急。好，慢慢来，不要急，急的是你。哎，想不到他按这样那么迅速。对啊。振阳怎么说来住过爱情公寓？大饼飞怎么会怀孕了？光熙，嗯，你打这个讯息是要尚飞怎么回答、啊？尚飞怎么了？就哎，大嘴星，你在乱讲什么啦？我哪乱讲？是周璇跟我讲你怀孕的。我不是跟亮亮说三个月内不要讲。怎样？这样是真的吗？还不知道啦，尚飞他不敢用验孕棒验，是我明天带去检查。你们今天去就好了，店里面有关心部就可以了。他说他要做好他心理准备，所以我明天带他去。哦，还心理准备哎，都还没验。我跟你讲，说不定跟鼠径一样，说自己想吃酸的，肚子不舒服，大家都说他怀孕了。可是我那个没来啊，平常很准时哎。Excuse me， 就是处理老公一问，没有人想知道你那个，没问来好不好？哦，可是还是很有可能怀孕啊。而且你不觉得很奇怪吗？平时最吵的秋婷，她怎么都没有讲话，而且我的熊明也没有恭喜我。秀明可能在忙工作的事吧，群长要收啦。嗯。啊？怎么会这样？对啊，可现在也没工作，所以西不可能在烦恼他的事情。那很好啊，熊明可以帮我舞蹈教室代班。你真的可以不用想那么多，真的还没确定。对啊，尚飞，什么事都不要想太多。正阳。嗯。那这样子，我要怎么跟我父母交代？我们还没结婚。尚飞，你放心，如果你真的怀孕了，我去跟你爸妈说。嗯。哎，你们不是要去登记吗？对啊。那等登记完再讲就好了。好。对耶，这样可以双喜临门啊！对哈、哦，但为什么你们一定要选1月1号？是比较好记，不会忘记啊？没有，因为那一天全国放假，这样所有人都会帮我们一起庆祝。快乐，给我杯黑美式冷静下。我帮你摇，我帮你摇。世纪大婚礼啊！为什么？我要喝美式，谢谢。
他喝看起来都是补脑的啦。你觉得我怎样？你哦，色大胆小又怕被狗咬。这些都是我的优点，我要你说说我的缺点。刚刚那些都是你的缺点。哦，那我的优点是什么？算了，我的优点太多了，你一时间也没有办法说完。大哥，我能体会你失业的心态，我能感受得到。但我希望你能够直接一点，你到底找我有什么事？好，那我就直接一点。以我的策展能力，还有你业务的能力，再加上 Kelly 这个得力门生，我们这三个人呢，合开一家公司，你说有没有搞头？有。那资金方面呢，我们大家来凑一下。好。不过，就只有我们三个人，三缺一啊。你觉得秀明如何？对，等一下，这摆明就是为了秀明。好了，算了算了算了，我看你为了真爱，我还蛮感动的。不过你这样付出，不一定会跟秀明有结果。哎，你是在说你跟雅芝吗？你也对他付出很多啊，结果呢，人还不是废？哎，你再说下去，我看你连公司都不用开。嗯，好啦。我有无心伤害你的，你考虑一下啊。对了，你之前不是跟我说在这里许愿很灵验的吗？还有，那你帮我拍一下。我劝你别这么做，这边只有女生许才有用。哦，所以你的意思是说，你许过愿，但是没有实现。我是好心跟你说。Kelly。我听尚飞说你们群展要收掉了。为什么这么突然啊？对啊，很突然，我自己也超傻眼的。应该是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公司没有赚钱，所以总公司才会想说要撤。而且也不止我们公司这样子啊，外面很多外商公司搞不好比我们还要惨。那你们都找到工作了吗？还是你们要来龙泉上班？哇，杨晴，现在就开始挖角了。不是，可是龙泉不是保全公司吗？会有适合我的位置吗？我们也是需要一些业务的人才啊，毕竟有一些活动要策划。那我想想看，再跟佑廷商量。好啊。秀明你呢？杨晴姐，你不用担心我了。你如果真的要担心，你就担心我旁边那个怀孕的女人。哦对，王尚飞，你去做检查了没有？三个月内不可以说。尚飞。人家说三个月内不能说，是因为要你小心一点，怀孕初期很不稳定，就像我之前那样。啊，淑静，这件事情就不用再提了啦，你们都不用担心我。哎呦，尚飞，你看你那么文静过。谢谢。哎，放心啊，我们会照顾好他的。怎么样？现在你公司有什么打算啊？我来这边就是跟你商量这件事情的。我跟 Kelly 还有佑廷呢，准备一起合，想要找你一起来，你也可以当我们的法律顾问。I have no problem, but 你为什么不要找秀明呢？他也是人选之一啊。哎，如果你找他们入股的话呢，那他们就是股东啊。那这样以后呢，你就没有办法骂他们了。如果你有什么政策的话呢，你也没有办法推动，万一意见不合怎么办呢？ Then we'll do it the democratic way， 投票咯，一人一票。我站在你这边，我投你一票，我们就是两票，两票对两票，关键票就在秀明那边。那如果秀明不挺你的话呢？废话这么多， what's your suggestion？ I can do some investment， but I want to know 你要怎么做。群展虽然要收回去，但有些案子、一些活动呢，总公司他们是不会做的。我就把那些案子拿回来自己做，这样子也不会有经验的问题啊。Sounds good。但你可不可以先问一下韩晓，他什么时候回新加坡？他待在台湾太久了。你不是跟他已经和解了吗？你还管他待在这边久不久啊？
他总不可能一直住在爱情公寓啊。哦，你的意思是说想要让他搬回来住啊？如果你要让韩晓回来住的话，那你舍得我搬出去住吗？你怎么舍得让我的泪流向海？你怎么都不打断我？辛苦了。怎么那么突然？我们也是刚刚去爱情公寓才知道的啊。他们说新加坡的总公司要把台北的群展撤掉，所以黄总监 Kelly 跟朱敏都要失业了。我在想，黄总监应该可以回总公司，但是朱敏跟 Kelly 可能就要失业了。所以黄总监真的要回新加坡了，这样很可惜耶。之前他毛遂自荐的时候，总经理还答应了。哦，这个我记得。哎，那他后来怎么没来？我跟总经理说过了，他非常欢迎加入我们 Make Up， 而且也答应你一个月缓冲期这个条件。不好意思，我决定留在群展，不去美克奥了。那你觉得我应该怎么跟方总经理交代？抱歉了，现在公司有困难，我一定要帮公司度过这次的危机。而且我相信方总经理也不想用一个弃公司而不顾的领导者。他最后呢，还是很有自信的拒绝你了。这很符合他的行事风格啊，工作上面很有自信，很果断。可是他遇到金秀明就变得不一样了，就像你老公遇到你也变得不一样，是一样的。哪有，一切都一样好吗？嗯。佳姐，你怎么突然提起这个？我在想，美克奥最弱的是活动还有广告业务，但这两个却是群展的强项。所以如果黄总监愿意跟我们配合的话，对彼此来说是双赢。啊，不愧是张嘉佳总编辑哦，脑筋动得很快。OK。哎，张嘉佳，你打算把黄总监挖去美克奥吗？我明天一早跟总经理联络。黄是对你恩重如山。你在说什么啦？对啊，你看吧，你回不了我了吧？我四个字都讲对，很厉害吧？你看看，小友情，恩重如山没有再这样用了啦。你们都不懂啊？你看啊 ，A 人黄多么重视你，现在还找我跟 Kelly 来合作来开公司，还说要聘用你。你说这个不是在乎你，不然是什么？是不是对你恩重如山？哇，真的对你很好，他都没有这样对我哎。他也对你很好啊，你一出什么事情，他都是第一个处理的。哇，你这句话就不对了，有点在放人家，你是不是吃醋？你可不可以不要放到嘴边回我啊？好啊。手机说怀孕初期需要有人扶。啊，是的，太后娘娘请。往这走。嗯哼。瞎了。不爱坐了，退下，请坐。平身。哎，这还真有福气哦，你怀了他的龙种。那是当然的喽。哎，张飞，你的验孕棒验了没有？还没啊，但是我 Google 哦，人家说怀孕初期还是验不出来的，所以明天正阳会带我去检查。嗯，也好。哎，你今天要去照超音波呢？你有没有脑？人家说怀孕四周内超音波是照不到的啦。你才没有脑，你有病是不是？我是担心你，那四周小孩的头会跟你一模一样大，发育太良好。你的小三生出来就是一只黑面皮鹿。至少是美腿啊！再不说，听清楚，不讲，听清楚，不讲。你要听怪叔叔讲话，不要讲，听清楚，不要讲。孕妇能吃什么呢？我觉得我应该来帮尚飞补一下。你可以问一下松林哥或志强哥啊，松林哥在群组有提到。哦，我看我还是等检查结果出来再看看好了。奇怪，我怎么好像越来越紧张啊？
快亮，嗯，先去帮子云啦。啊，这交给你哦。子云，嗯，那个椅子我来搬就好了，桌子给你擦。哦，谢谢。嗯。谢谢。哎，何姑娘，嗯，你真的很夸张哎，子云是怀孕哦，连抱给你都不行。光心哥，我没有啦。好了，光心，你弟给我拖了，你陪志阳研究一下那孕妇财。我说不要哎，等王上妃确定怀孕再说吧。嗯。哎，光心哥，如果上妃真的怀孕的话，她还要住在二楼吗？这样跑上跑下的很危险。他住外面比较担心吧，他住在一起公寓，至少我们可以互相照顾啊，对吧，正阳？啊，我觉得这件事情我们再讨论看看好了。嗯，好。对啊，尚飞怀孕，你总不能要他跟正阳分开住吧？哎呦，先不用担心那么多啦，你看大饼飞脸还那么小，根本不像怀孕。光心哥，你都叫他大饼飞耶。随便，反正就是等明天检验报告出来之后再说。只是想吃酸梅跟想吐就说怀孕，十七年你是怎么都这样子？啊，这么想怀孕？之前的事。哎，光心哥刚刚说的是什么意思啊？哦，就是熟悉呢，以前有一次那时候比较反胃，嗯，然后就比较想要吃酸梅。那个时候学文又看见国良跟淑静两个人从妇产科走出来，然后大家就以为淑静怀孕，结果他们两个就只是去妇产科借洗手间而已。好好笑哦。嗯。哎，尚飞说他这个月月经没有来，其实几率应该算蛮大的。这么推算下来的话，不是狮子座就处女座了。对星座这么了解啊？一点点。哦。如果是男生的话，就要是狮子座，比较霸气，可以保护女生。如果是女生的话呢，就处女座比较爱干净。这是刻板印象吧？母羊座也可以保护女生啊。嗯。对啦，而且母羊座很聪明哦。你也很聪明，他知道我在讲什么。哎，不过尚飞这么年轻就生小孩，好像也不错哦，以后可以跟小孩玩在一起。羡慕。还是你也想要有小孩？我不是那个意思啦。我知道啦，等我们结婚之后再来慢慢规划，好不好？那我是想要两人之间多一点。我是想要你在哪里就可以在哪边。好了，你不要一直乱动啦。等一下，抿一下。嗯。哎，子云，尚飞，都叫你化妆，不要乱动。你看你的脸，你看，比熊，你看，你看。你这样还蛮适合你的。嗯。你这边再加一撇啊。你可以进好莱坞。右边。Joker。什么？DC。嗯。哦。怎样？你是觉得漂亮哦？没有啊。你明天是新娘子，我帮你化妆，从今天要开始保养。哦，没关系啦，我这样不好意思啦。我跟你说，你不要看到这张脸就被吓到，她是因为化妆的时候乱动，只要你化妆不动，我的技术是很 OK 的。嗯，子云，你就给她画美美的，这样明天呢，我就愿意让你当第一美，而我呢，第二美。你好意思哦？凭我的美貌当然好意思，谢谢你哦。子云，不好意思，我明天还要去公司一趟，我没有办法跟你去提亲。不会啦，工作重要啊。跨年呢，我们不是每个人都要准备一道菜吗？哎，你有想好准备什么吗？老公，我在跟你说话啦，你在想什么？想哪个女生？我要想秀明的。对的啊，老婆，不是那种想啦，我只是担心他之后没工作的话，会不会着急啊？可是我觉得熊命向来都很独立耶，你记不记得他之前在彩妆专柜，
然后是因为黄总今天邀请他，他才想说那就去你家挑战看看。嗯，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不用太担心他。我是不担心他，只是现在哦，外面工作很难找。你还记得他会寄钱回家吧？我是担心他自己钱不够，不让我们知道。还是我们明天再研究一下。好啦，帮他多物色物色。嗯。老公。嗯。我觉得你不值得很伤悲，你也很疼秀敏。还好吧，因为大家都同袍，都17年的，大家都是一家人，好不好？扛兄弟，扛姐妹，扛同袍。欢迎啊，你不要吃醋啊。我才不会吃这种醋的。我是很开心，因为你很照顾我们大家。应该的。这份资料你印好再给我。张总编你好，请问你有什么事吗？我找黄总监，他在吗？哦，他在。那请您先稍坐一下，我现在去通知他。好，谢谢。请进。总监，美克号的张总编找你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张总编，这你的咖啡，谢谢。哎，黄总监。张总编怎么来了啊？是不是有什么案子呢？要跟我们合作？可是我们公司可能没有办法跟你们继续合作了。我今天就是为了这件事情来，我跟总经理联系过了。群展结束之后，你有什么打算？嗯，目前没有。那我们可以合组。合组？是啊，美靠也想要扩大，活动跟策展的部分一样交给你负责。你需要多少人力资源，我们都可以配合。Kelly 一样可以在你旗下工作，而且工作证的事情也不需要担心。张总编言下之意是要我过去美克啊？我记得你之前被公司停职的时候，有来找过我。那个时候是非常时期，我身不由己。现在不也是吗？我们总经理当时看中你是个人才，不过你决定要回来这边，我们也 OK， 尊重你的选择。可是现在面临这种状况，你应该没有其他选择了吧？我当了一辈子的打工仔，替别人打工，我觉得是时候做一些改变。你想要什么改变？我不想再为别人打工了。我觉得我可以呢，成为你们公司的合伙人。如果有不足的地方呢，我也可以作为技术股。好啊，你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提出来。总经理已经在回程的路上，准备回台湾，好好听你的意见。方总经理要回来了。未来的路灯，我展翅高飞，奔驰。OK 吧，很 OK 啦，不要紧张。对啊，你也不用紧张，你又不是啊。不要乱讲话，今天是好日子，答应我。啊，对对对对，不说话。对，不说话。OK。嘿，你都来了。哎，谢谢谢谢，今天就麻烦你们了。嗯，差不多了。哎，快亮。我穿这样。哎，妈，你真的很漂亮啦。你不要紧张，你紧张我更紧张。对啊。小姐，你也不要紧张。你答应过我的，记得吧？啊，对对对对对，不说不说话。对，哎，特别漂亮。谢谢谢谢。哎，不说话了，来开门了。去麻烦你一下。那要准备的东西都准备好了吗？有没有检查一下？都在车上。不然我们再去检查一下。好，那麻烦你们。不会啊，谢谢。麻烦了，不会不会。哎，来巧。哎，阿姨好。哎，好久不见。
好久不见，亲戚，对了吗？亲家母，恭喜恭喜啊！真是谢谢你了，今天就拜托你了。不用客气呀、啊，应该的。哎，国良啊。啊，那个鞭炮有没有准备好哈、啊？准备好了，到之前您到，然后通知女方。对对对，啊，那个良辰吉时哈，不要耽误了，我们赶快走吧，啊。好，走走走走走。谢谢，我今天很漂亮。谢谢，怀念很帅哦。谢谢啊，淑静。哎，淑静，你的意思是说宽亮平常不帅吗？哎，秋秋，我跟你说，今天大喜之日，你不要乱说话哦。好，不说话。好累，回家。哎，阿姨恭喜哦！恭喜！大家都来了。哎呀，恭喜亲家母，同喜同喜。亲家公。他就真的不来了，哎，是这样子的啦，啊，就是吼，我老公在看日子的时候，他有讲啊，啊，亲家公他是属虎的吼，他会冲到新人呐，啊，亲家公就想说今天他就不要来了，反正大家都见过面了嘛，好，没关系了，为了两个小朋友好，这样就好了 ，OK OK， 新娘准备好了，来来来来，大家请就坐，嘿，好好好，坐坐坐，快去坐好哈，坐坐坐。请喝茶。祝您宽亮，早生贵子。谢谢。国良哥，请喝茶。祝您宽亮，幸福一辈子。谢谢。又廷哥，请喝茶。祝你更快乐，拜托谢。谢谢佑廷哥。孙杨哥，请喝茶。祝你跟宽亮永浴爱河，永远相亲相爱。谢谢。老公，请喝茶。Thank you.
相对，终于看到了彼此的美，渐渐的轻轻被风吹，默默的爱上这滋味，灿烂的笑相对，会让人渐渐放下防备。你曾经说过要永远，但如今已无法还原，好多话留在你身边，我已不需要留恋，好多话再美再耀眼，我终究不现。几次不知都是心碎了后才懂，是安静的时候，是没有人守候，也不需要任何人在身边后，我终于了解你，我是最美丽的再见。洒脱，如果有一天再遇见你时候，我会微笑点头。青姐，来坐，你不用那么赶呢，我又没催你。哎呦，想说你叫我吃完饭就过来，我怕太晚耽误大家，所以就赶过来。好啦。恭喜你今天订婚，不好意思还让你那么急。不会啦，工作重要啊。看你一脸幸福的样子，恭喜你啊！谢谢晴姐。不会。哦，对了，宽亮想邀请大家周末一起吃饭。不用啦，你们一切顺利最重要。哎呦，想说，因为我们订婚在平日，没办法邀请大家，所以呢，周末想邀请大家简单吃个饭。好，那我们去真正喜庆。谢谢。今天找你们来，主要是要跟你们说，总经理准备回来了。嗯，总经理要回来，你怎么没跟我说？对哦，我应该请总经理先给你报备一下的。我也不是这个意思啦。知道啦，跟你开玩笑的。不过呢，日期还没有确定，也因为现在疫情的关系，他要先隔离14天。哦，对，也是。还有第二件事，接下来群展跟美康号会有小幅度的调整跟合并。美康号跟群展要合并，对啊。那个房子都是他前妻的回忆，所以最好呢是你们两个另外找房子。这什么料都没有，你连个泡面也不会煮，你们谁煮的呀？是我泡的。说不定你小时候啊，在育幼院有那种对你很好的男生。给你。拜拜。棒棒糖，这上面啊有你亲生父母的姓名，要不要联络就你自己决定咯。这个东西给你，当你需要做抉择的时候啊，把它拿出来许个愿。很灵的，咱们快走。站住！独自走过混乱的街，午夜梦回，只剩自己想追。不必抱歉，何必抱歉，没有缘就说再见，眼角的泪只为自己颓废。告别从前，走向新的起点，不再留恋你眼中我是谁。You can stop me now. 黑夜中前行，破茧后重生的羽翼，不相信命运，绽放无畏的勇气。告别从前，翻开新的一页，不再后悔，抛开所有界限。黑夜中。
前行，破茧后重生的美丽。